你有没有想过运动员和军人谁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？今天有这样一场对抗，一个是美国陆军现役士兵，另一个是专业田径运动员，他们两人将证明两种不同的职业谁的身体会更强。一共三个比赛项目，分别是障碍跑、铁桶冲刺和战斗坡，三个项目都要求速度、力量和灵活性，相对于两人还是比较公平的。下面看两人在障碍跑项目的比拼，刚开始要跨越一个栏杆，紧接着要翻越面前的小山丘，山丘后有一个75磅重的沙袋，抱起沙袋再从山丘翻回来，紧接着要爬上面前这个大网。这个大网在很多电影中出现过，是美国军队常见的训练项目。果然军人对这个比较熟悉，在这里和运动员拉开了差距。运动员爬这个网就显得比较吃力，爬到顶部后要原路返回，然后来到下一个 A 字形的障碍，这个障碍也要通过网爬上去。在网上爬很考验核心力量，军人对这些都比较熟悉，率先通过了障碍。再下面就是荡秋千，这个没什么难度，但荡过去之后紧接着要做5次波比跳，然后再穿越轮胎障碍。从视频角度看感觉没什么，但其实到这里是两人的体力消耗都非常大，而军人一直保持着领先，运动员就有些吃力了。再下面就是绳索攀爬，这个也是军队中的常见项目，军人技巧熟练，很快就爬了过去，而运动员就吃力了，最后要匍匐前进爬过铁丝网。比赛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悬念了，最终军人赢得了第一个项目的比赛，而运动员比军人整整落后了10秒。可能在第一个项目中的很多障碍在军事训练中很常见，所以军人完成起来就比较轻松，那么第二个项目运动员就应该占优势了。要抱着面前的铁桶冲刺200码的距离，如果是纯跑步的项目，运动员就有信心了，毕竟是田径运动员，这个铁桶虽然是空的，但也有50磅左右的重量，而且没有抓手的地方，所以这个200码的冲刺也很讲究技巧性。下面比赛开始，运动员用了一种比较便捷的方法，直接把铁桶扛在了肩上，但我觉得军人的方法更稳妥一些，他用双手把铁桶固定在脑后，虽然这种方法起步慢一些，但平衡性更好。运动员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优势，但身体一边扛着东西根本跑不快，军人很快就超过了运动员，后面运动员被拉得越来越远，直到输掉了比赛。其实两人的体能都差不多，但军人的技巧性更好，所以能很轻松地拿下比赛。最后一项战斗坡，面前这座山离他们有1/3英里远，需要扛起这个75磅重的沙袋全速冲到山顶。这次运动员有了经验，不再使用单肩的方法，而是像军人一样把沙袋固定在脑后，果然平衡性对了，速度就会更稳定更快。况且运动员是搞田径的，在跑步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，前面还看不出来差距，慢慢的军人就被拉开了，运动员跑得很平稳，一直能保持一个速度。军人虽然也经常训练，但比起人家专业的肯定还差一些，最终运动员赢得了这个项目的胜利。但这两个人是一个不服一个，不仅互喷垃圾话，还嚷嚷着要再比一场。没办法，只能再给两人安排一个比较公平的项目，拔河。对于两个不同的职业，这是最公平也是最直接的方法，规则就不介绍了。刚开始两人旗鼓相当，但我觉得军人的耐力更好一些，尤其是军人的荣誉感更强一些，遇到这种事关名誉的比赛，军人更是激发起了更大的好胜心。 Nick's got a good strategy. Pull, Chris, pull. Somebody's got to win.最终军人更胜一筹，赢得了最终的胜利。看来军人的综合素质是更强一些，尤其是这种玩命的比拼，军人根本不可能认输。各位，你们觉得运动员和军人谁的身体素质更强呢？